宝宝，快快吃面去走，来不及了，快点。我不吃。宝宝，去走。来了，快点。先吃呗，好不好？来，快。爸爸觉得还挺好吃的，是不是？那我就说，再来一口。好了没？还要吃吗？不吃了，确定啊？好，准备走。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。早上起来你们还哭了呀？啊，想睡觉。困是吧？爸爸你知道吧，每次姥姥说快快快来不及了，我都是慢慢走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姥姥越说来不及我就越早。为什么呀？姥姥说快快快要迟到了，然后呢我就慢慢悠悠的走过去啊。然后呢我就看，哎，我这不是还是第四名吗？哦，老师都没来了，又记错时间了，所以我就不急。不要迟到，知道吗？哎，你们迟到老师会处罚你们吗？不会。啊？不会。不会、啊。什么也不说。啊？咱们迟到了，吴老师都说早上好呀，然后他就让我坐下了。是吧？那你们老师对你们好，有好。我们小的时候如果迟到了，有时候要是被罚站的。啊？咱们不罚。我们被罚站的，而且有一个考勤表。考勤表是什么？考勤表就是有一个记录的一个本子，就是比如说你这一个星期迟到了一次还是两次，会要扣你的学分，知道吗？什么叫做学分？学分就是你一个学期，他会给你一个评判的一个分数，就是你在整体的学校的表现啊，然后你的一个出勤率啊。看我变出来纸，拜拜。菜场家，啊，走。给甜甜买点里脊，可以，买点里脊，来点小里脊。那我们炖大骨头也可以啊，是吧？也不一定猪脚，大骨头也行，就买他们家的。对，筋多一点的好吃。好。给我，给我。好了，谢谢。嗯。买点萝卜炖着，炖着，买点白萝卜炖吧。可以。豌豆酱。萝卜买一个炖棒骨呗。黄瓜来点吧。这萝卜拌着好吃。
我们再买点芥菜呗，有芥菜吧？有芥菜吧？那个那芥菜上面那个、啊。对对，芥菜，买个这个吧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别的还有啥？没了，好了。走走。感觉我快晕倒了啊！低血糖，你吃点什么东西吗？喝杯蜂蜜水。嗯，喝杯蜂蜜水吧，吃一点，吃一点。我找块糖吃。我喝个可乐吧。喝蜂蜜水吧。不行，饿了吧唧的，喝不进去。快点干活去吧。你好了，走，干活。不用这个。用哪个？用那个咱院子那浇花的管子。来，让开！我给你扶着得。这挺好玩的。哇，这水全都跑到我脸上了！哎，这夏天应该拿这来滋下，挺好玩的。你看，这滋不就干净了吗？好了吧？哦，哎，你看一下，你看这上面全都是那个雾的印儿。不是，我擦干净了，一会儿就脏了，知道吗？但这样它如果干了的话，它会有那个水合了那个印儿，就扒到上面就白冲了。这样好不好？我给你拿一个那个就是刮的，你刮一下看看是不是就干净了。擦玻璃必备神器。这个对，马上就弄好了。你看这一刮多好看，亮堂堂的。你刮上面，我刮下边。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哦吼！可以了。这擦不干净啊，我尽力了，等我夏天回来再弄吧。等夏天。哎哎，我来我来我来。你看你缠之前还是要把它理齐了再缠。哇，你还知道把它从左往右再从右往左那样一圈圈缠是吧？哇，你怎么知道这是别在这儿的？我一直都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。太有干活天赋了。是。真的。这其实应该是不是这样的呀？你看你还会举一反三。还有什么可以跟我干的？我现在干活的程序已经开启。还弄点啥呢？我给你剥俩柚子吃吧。我想吃点顶饿的。哎，有那个什么，昨天我炒那个蚕豆，给你拌点米饭吃。好吃，你给我炒剁椒炒饭。好，我给你炒一个。你陪我一起，陪我一起。
这打得太专业了。剁椒呢？剁椒剁到冰箱里了。你在弄啥呢？我拌了干豆腐丝儿。啊？你当正餐吃了？不是，我来点下饭菜。人家干活干家务，你为什么全吃上了？就是做饭也是干家务呀，而且一会儿还能洗碗。碗我就不洗了吧，碗我洗过了。一直有，一直得洗。我做的像样的好吗？像样的。像样，这个做家务的人就得是眼里有活，自己能发现，自己能发现。就有食欲，够不够咸味？嗯，啊，太好吃了。哎，其实，在那个锅里边煮点那个豌豆尖，是不是挺好吃的？你煮好啦？我都闻到那个豌豆尖的那个香味儿了。这是正餐，一不小心做成正餐了是吗？想随便对付一口，实力不允许。红，吃完咱俩去整理衣服吧。行。走。哇。不知道从何下手是吧？你让我干啥我干啥吧。把太旧的不经常穿的理一理。好多 T 恤好多年了都。整理衣服吧。我也不太清楚，得你来把控吧。你别看啊，要不咱就把桌面这些东西都清了吧，然后看着就利索了呗。好啊。这有点像那个你姜子牙里面那个是不是？四不像。把这衣架往那个里面塞一塞。其实你应该让我去干点那种
让你干点力气活是吗？你让我去生个火呀，割个麦子呀，那个收个稻子呀，我觉得我挺在行的。我看你想去探险。哇，干净了。不行，我要休息一下。你可以指挥我干。洗大肠。洗大肠啊。洗大肠啊。对。我相信你洗得最干净。我先查一下能不能查到，就不要求人。就是洗呗。不是，他洗大肠有点讲究。你看。做哪种？火爆的吧。火爆的吧。还有啥的呀？火爆肥肠。干锅肥肠。干锅肥肠应该挺。但是肥肠一定要炸干一点才好吃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又含着口水？你咽一下。干煸。炒大肠，干煸肥肠也好吃。哎呀，我也困啊。今儿就干吗？对。怎么这么长呀？把盐和那个醋给我倒进来。我上厕所。已经放了醋和那个盐了。没呢，我的手突然把那瓶子都弄脏了，你再帮我放。盐是吧？多来多来，没事。醋快，我真以后不想吃大肠了，太恶心了。你想想你以前吃了多少碗肠面。那是什么呀？就是一点都不影响你食欲是吧？不影响。我怎么觉得你在含着口水？你洗这个你都含着口水。还咽。你处理的太干净了，一点都不放过，像丝绸般顺滑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我就说你干活干得好吧。这么忽悠我？你说实话。你腰疼了是吧？那怎么办？我给你捶两下。你看这大肠，干净多了。哇，你这个弄得太干净了，像豆腐皮儿一样。这样你吃起来你也放心啊，对不对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干净的猪大肠。像丝绸。
你自己也佩服自己了吧？想洗不干净也是实力不允许嘛，对不对？可以，你洗的是全世界最干净的猪大肠。好。那我给你准备葱姜蒜啊。哎，那个干辣椒好哎。来，我帮你拿。来，我帮你拿。那干辣椒为什么不拿下来吃？好了。回来了，你们。对，宝宝。哇，你今天憋了一脑袋的小辫儿。爸爸，啊，爸爸呢？爸爸闪移了。爸爸去哪儿了？别说了，爸爸你别说。哎，亲姐，哎，快过来看啊啊！怎么了？多漂亮！多漂亮！多漂亮！多干净啊！哦，多漂亮！宝宝，哎，亲姐啊，你过来看这大肠太爽了，看着什么？太干净了。我知道，我去给宝宝那个拿点水果去。哇，这是你今天做的？对呀。好棒。咚。开始了。谁吃包包？谁吃包包？给妈妈吃包包。为什么不是给爸爸？给爸爸吃包包，给爸爸吃包包，谁吃包包，谁吃包包，给爸爸吃狗包，谁吃猫猫，给爸爸吃猫猫，爸妈给宝宝。哼，哇，爸爸炒那个猪大肠已经闻到香味了，爸爸已经闻到香味了，爸爸。哇，好香哦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都闻到香味了。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啊。哇塞，这看着不错哎。太好吃了。差盐吗？不差，啥也不差。我，你是为了节目效果吧？如果为了节目效果，我应该表现得再夸张一点。真的好吃。还行，快尝一尝，尝一碗，看看多干净。你尝一块好不好？怎么样？好吃到起飞是不是？